真的是自己切进来的，我们已经塞很久，然后它突然间有缝塞进来了。你说前面对，前面的那一台，前那一台。对，那一台 Q9。那它会不会插进来之后就后悔了？可能吧。我的灾！我的灾！我就知道了，哎，早班的啦。看。需不需要行车记录器？我可以上传哦。Q9 是不